很开心啊，因为前一场就是可能自己因为自己的状况，然后导致球队没有赢球，然后就是想说，如果再对他们一次的话，我要把我自己失去的东西拿回来。然后我会哭是因为这是我最后一场比赛，在台湾最后一场比赛，然后很开心我可以跟这些队友拿下这个冠军。两人出局的时候，可能就已经快流眼泪了吧，对啊，也很开心啊，就是看到大家今天的拼劲，然后就是想要把这场拿下来，然后为前一场报仇这样。